我没有男朋友。你这没男朋友早说呀，在这支支吾吾半天。你说说你，你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？谁说他没有男朋友了？这不是我们林然弟弟吗？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整天给薇薇当小跟班呢？是啊，薇薇，你说你想找人撑场子，你也不至于找林然吧？这大家都这么熟了，谁不知道谁啊？咱们先不说，那当年林然身后追着一大票小姑娘，可不是嘛？就说你俩这年纪，差的得有六七岁了吧？你这配得上人家小鲜肉吗？真是搞笑啊，什么叫他配不上我，他配不上我，难道你们配得上？我们俩就这么随口一说，别介意嘛。我去趟洗手间。哎，薇薇，怎么样，今天开心吗？还行吧。给个晚吻吧。晚安，拜拜。大飞说今天有灯光展，但也没说这么多人啊。你待会儿可要好好跟紧我，不然到时候我女朋友该丢了。我长这么大还没坐过摩天轮呢。要不咱们试试吧。走了。好玩，好高，而且看到的风景好远。那我们今天晚一点回去吧，因为我从明天起啊就要开始忙了。咱们学校跟那个外国联办的那个画展，班主任啊就一直夸赞我，对我的期望很高。你真棒。我吃糖了。你不一直说要脱敏治疗吗？沉一点，你帮我。信我，你站那儿一定好看。你拍，搞什么鬼？去啊！就站中间。中间？对。好。就那个树那儿。
唐薇薇。说实话，我不敢，失败太多次了，已经很久没有尝试了。没关系。像我这样一直追你，你会觉得我烦。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我在你心目中就一直是那个又调皮又不能吃糖的笨蛋弟弟。这样子，你就会喜欢我吗？林然，我喜欢。嗯，你说什么？喜欢你。在说唐薇薇喜欢林然吗？